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97面，97面第四行。最后一句开始，圣者，胜过愚鼠，超于96种外道之上。这是大了，有三个意思，有大、多、胜，三个意思。前面学过了，今天呢，从胜这个地方看起，胜过愚鼠胜是殊胜，也是超越的意思印度。在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最著名的有96种外道。外道并不是指佛法以外的修道人不是指这个意思。我们同学一定要知道，外道是心外求法，都叫外道。那我们学佛的人，如果也是在心外求法呢，那也叫外道。这个外道叫门里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实际上人数不少佛法称之为内修。内是自信所以非常重视回归自信。为什么？我们学过贤首大师的望境还原观我提到这本书大家就晓得内外你就很清楚大乘教里头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如果是向心中求，这就是内修，这叫佛法。如果与这个是反方向的，向外求呢，这就叫外道。那由此可知，我们学佛，佛门里面外道也不少几个人不向外攀援呢？眼根向外面色尘上攀援，耳根向身尘上攀援，色身香味触法都在外。凡是学这些的全叫外道。由此可知，外道这个意思里面含的就非常之广有几个人能相信心确实只有大乘佛法小乘还向外攀援只有大乘佛法起心动念，观照自性，
这叫内修。所以佛的经啊，特别是大乘经，成为内典啊，这内外之分呢，我们就得分清楚。所以外道不是轻视别人啊，不是轻视啊，也不是贬低的意思啊，是根大乘法里面的这个修学的宗旨、方向、目标不一样啊。大乘法的这个目标、方向、宗旨都是明心见性啊，无论哪个法门，宗门教下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佛的教育啊，到见性了，那你算是毕业了啊，大乘法里面毕业了，这个毕业就是成佛。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成道啊，也就是成佛。那么在中国代表的人物啊，大家都是以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其实在中国宗门教下大彻大悟的人很多啊。诸位在高僧传、在居士传里面呢，都能看到啊，无论在家出家达到这个境界的啊，这个境界我们在讲习里面也常常提到啊，因为这桩事情呢非常重要啊。学佛到底学什么啊？经教不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它是最重要的手段，这个要懂得啊。经教既然是手段，用意何在啊？用意是佛把这个内外呀讲清楚、讲明白，你就觉悟了啊。这个觉悟叫解悟啊，信解的解悟，悟了之后啊，你能起行，然后你才能够证悟，证悟才算数啊。解悟不算数，用现在的话说，解悟是属于佛学，证悟是学佛啊。所以你不信，你不能理解，你怎么修行？修行修什么啊？那经典的用意我们就清楚了，就明白了啊。没有经典，我们永远迷惑啊，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啊，经典是为我们说明真相的啊。宇宙从哪里来的？佛法里面讲，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经上常常提到的。
啊，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十法界？啊，那么今天科学、哲学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不但是先前，古今中外啊，多少人在探讨、在研究、在摸索啊？谁搞清楚，谁搞明白呢？释迦牟尼佛明白了，他真明白了。啊，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大乘经里面全有。啊，这说明释迦牟尼佛真搞明白。在中国，我们古圣先贤那些老祖宗也明白了。啊，怎么明白的？这一句话了，放下就明白了。啊，为什么？明白是我们的本能。每个人都明白，没有例外的啊！所以佛常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佛的意思，前面我们讲的很详细，用了两个小时啊，介绍啊，释迦牟尼佛啊，佛这个字的意思。是觉悟，中国圣人的意思是明了，意思相同啊，明了就是觉悟啊，觉悟就是明了啊，啊，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中国人称为圣人，古印度称为佛陀。啊，佛告诉我们，我们的本能完全都通达明了，没有高下。啊，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现在为什么变成凡夫呢？迷了。啊，迷失了自信，自信的本能，华严经上说得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呀，我们不在外呀啊，都有跟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没有差别啊，世尊摩诃讲了一句话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把我们的底牌掀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他一样呢？啊，我们有了妄想，有了分别，有了执着，这就迷了。啊，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是妄想。从妄想起分别，从分别起执着，这愈迷愈深呐！啊，妄想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说的无明烦恼。啊，分别是大乘教上讲的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三大类烦恼啊！啊，我们的自信迷失了，啊，
并不是真的失掉了，迷失了。什么时候你不迷了，它就现前了，就起作用了。所以佛教我们没有教别人，教我们放下。你把这三类烦恼统统放下了，你就成佛了，你本来是佛了。凡夫成佛需要多久？从理上讲，一念之间。一念放下了，你就成佛了。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一念。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也示现给我们看，也是一念。这是经上常说的上上根人，超于96种外道之上啊！你要晓得释迦格能大师所表演的、所实现的，何止76种外道啊！圆满的超越了，贵在你能够放下。我们不是上上根人，没有办法顿舍呀。一念之间完全放下，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对这场事情在大乘教里面看得很多，很清楚，很明白，也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做不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不能够顿舍，你慢慢的舍。总而言之，一句话说，天天都要舍。不舍，你永远没有进步。告诉诸位，这一门学问，不进则退也。你没有进步，你肯定就退步。退步很可怕了。我们现在是这的是人生，六道怎么下面？阿修罗道、罗刹道、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你说能退吗？所以不向前进啊，就不得了啊！不能不向上提升。要想向上提升的秘诀就是放下。从哪里放下？在这几十年当中，我常常勉励同学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放下贪嗔痴慢。我讲16个字啊。我没有一丝毫夸张啊，老老实实的奉劝同学们，这16个字都做到了。自私自利没有了，名闻利养没有了，五欲六尘也放下了，贪嗔痴慢淡薄了。有没有入佛门呢？给诸圣没入。我带你到门口，没入门。你要知道啊，要清楚啊，那
那入门呢？入门一定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标准。我的标准比他低，啊，带你到门口，啊，那释迦牟尼佛的标准，这不能改变的，啊，都要放下。88品见惑，你才能入门。啊，三界。九地88品见惑，师尊在教学当中啊，为了方便起见，88太多了，繁琐了，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啊，这就好说了。五大类第一个身见。那我们都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东西很讨厌的。你执着于我，啊，那么你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是为这个我来服务，啊，错了。佛告诉你，没有我，啊，真的没有我。啊，你认这个东西有我就坏了。啊，这一迷一切都迷了，就迷到底了。啊，所以首先要晓得身不是我。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啊，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穿在我身上我所有。这个观念要清楚啊。啊，我尚且要放下，何况我所有的。啊，这个东西一放下，后面五种就很容易了。啊，第二种是边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啊，我都没有了，跟谁对立呢？啊，对立当然没有了。啊，我没有了，你还会有成见吗？成见也没有了。啊，所以实在讲呢，这个88品见惑啊，关键就是我，我破了之后啊，啊，真正放下，知道无我，啊，就像二祖慧可禅宗的，啊，见大魔祖师，啊，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啊，他去找大魔，大魔说：“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我心不安。”求大师给我安心。大魔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啊，这一句话提醒他了。啊，回去找啊，找不到啊。啊，找了半天，说了一句话：“我密心了不可得。”大魔祖师说：“于汝安心静，我把你心安好了。”在这一句话里面大彻大悟。你看人家的时候，这妄想分别执着统放下了，这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大魔把衣钵就传给他了，这传禅宗第二代祖。这都是上上根性的人，一时顿时啊，能顿时他就顿悟啊，一丝毫弯路都没有啊。关键这种
所有一切的罪恶，业障都从这里生的。你说这个多可怕啊！如果真的有我，身真的是我，那还情有可原呢、你为他造的这些业障啊，没有，根本不存在呀、佛说这些话，我们一般人很难接受，很难理解。在今天，科学确实对佛法帮了个很大的忙。在现在最尖端的科学，量子物理学家，他们发现了，发现什么呢？跟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一样，无我，根本没有我的存在。讲这个肉身，肉身他们知道，肉身不是我，肉身是个幻象，不是真的。可是他能舍才行，不能舍，你天天造业。那么佛法里头有没有真我呢？给诸位有。明心见性，真我就现前了。你看自信里头有常乐我净，四净得了。我是什么意思？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那你把这两个意思想想看，这个身上有没有主宰？如果真的有主宰，那年年十八多好啊！人为什么有老、有病、有死呢？能做得了主，那年年十八了。那中国民间赞叹菩萨，这菩萨菩萨年年十八，不老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你要是见性了，确实一点都没问题啊，真的是如此。这个道理很深，要讲那就不是两个小时了，20个小时也讲不完啊，真的一点不假了啊。所以自信里就有我，有主宰，真的自在啊，得大自在啊，这个定义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有真乐，有常，常是永恒不变。乐就是永远没有苦。离苦就叫乐。净是永远没有染污。你看慧能大师坚信。给五祖仁和尚提出的报告，简单扼要。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你看里头有个净，四净得里的净。第二句说：“何其自性本无生灭。”那就是常，不生不灭。那就是常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我。跟幕后讲，能生万法了。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了，这自在。所以常乐我净见性就找到了，他真有
啊，但是在凡夫身上完全没有啊，有名无实啊，啊，这四个字都找不到啊，都是假的啊，所以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然后是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得什么？那应该怎么个学法？啊，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说在者，佛地论另有三义，也是讲这个身。啊，殊胜呢，佛地论上就讲了三个意思。第一是最极立根，啊，这个根性的猛力呀，达到最高峰了，啊，波罗蜜多种性，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讲上上根人，就这个意思。啊，上上根人一文千物啊！啊，一接触他就明了了。他需不需要学？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这上上根人是见性的人啊，因为一切法。是心想识变啊，《华严经》上讲嘛，唯心所现啊，这个心是真心，就是自信，是自信生的，自信现的啊，唯识变的。你对于信识完全通达明了。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自然就通达了，不要学的。啊，阿难集结经藏，真的需要听释迦牟尼佛复讲吗？不是啊。啊，他怎样复讲出来？他见性。啊，你只要提释迦牟尼佛讲过的南经，他全都知道，不听也知道，不学也知道。信是同一个信的。啊，相是千差万别，信是一个。啊，所以学佛像这一部经的经题好啊，把明心见性的因果全写出来了。啊，因是什么呢？清净平等心，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修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觉。啊，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修清净平等觉的方法，门是门道、门径啊，修行的方法门径无量无边。啊，你看《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真的一点不假。啊，这注释，佛在《般若经》上说过：“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门，为什么都是自心现的？心现、心生、心现的，都是识变。啊，所以它平等。
换句话说，任何一门，你只找到它能生、能现、能变，你不就成佛了吗？我们在一切法相里面看到是所生、所现、所变，啊，你就去找它的源头，它从哪来的？啊，把那个能生、能现、能变的找到了，能变的阿赖耶，能生能现的就是自信，不就见性了吗？这叫内学。啊，往外找永远找不到啊！往外找，这佛称之为叫外道啊！啊，他方向搞错了，啊，往内找就找到了，往外找是永远找不到。啊，所以人一回头，根性就立了。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讲啊，上上智慧啊，波罗蜜多种心。第二呢，得无学果位啊，无学果是阿罗汉。啊，那这个地方经里面讲啊，大阿罗汉，这个无学果不是小乘阿罗汉，大阿罗汉，大阿罗汉是谁？舍利菩萨。啊，舍利菩萨在大乘里面称之为无学。啊，小乘阿罗汉是无学。啊，舍利菩萨。啊，这殊胜呐。第三种呢，得小果已去大菩提也行啊，这个小果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啊，他证的这个果位回小向大，那就变成大比丘了。佛的论上啊，说这三个意思啊，以上三义啊，故名曰大。又加强思为大有三义，加强思是注解本经的。啊，无量寿经一疏啊，它里面解释一个大的是吧，用这三个意思。第一，生大解。第二，破大悟。第三，证大果。啊，生大解智慧。破大悟就是大悟放下。啊，大悟是什么呢？贪嗔痴慢，彻底放下了。啊，证大果，这个大果是通俗的说法，化身大士，超越十法界了。啊，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他通通放下了，通通断了。由此可见呢，大比丘者乃德高望重啊，回小向大之比丘啊，乃比丘众众之尊序啊，我们中国人称为长老。啊，这是说明参加这个法会12000人啊，
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啊，今天来参加无量寿经法会的这些人，不是普通人了。啊，佛经上所谓的大权实现，啊，那个大，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来协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做种种实现啊，正所谓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这一切千，这是说多也不止一千呢。啊，这一些诸佛化身大士，有的示现做佛的学生，啊，出家在家的；有一些示现呢做佛的护法，啊，还有一些示现的，啊，示现反派的，来障碍佛法的。来找释迦牟尼佛麻烦的，不是平常人啊，提婆大多那时候也是如古佛再来的 啊他来实现的啊，六群比丘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读善财五十三参呢，你就有味道了，你就晓得那都是诸佛如来做种种事情成就一个修行人。修行人如果真会成佛要多久呢？一生啊，这是普通人，不是上上根人，上上根人成佛是一念之间啊，一般人成佛了在一生当中肯定可以做得到啊，你真正能够理解，真正能够啊下定决心放下啊，先从自私自利开始啊，从明文理啊，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从这下手啊，不断向上提升呐 啊烦恼习气很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外缘诱惑的力量太大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啊，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啊，不能吃苦，不能忍辱，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怎样帮助我们呢？读经听教，这是最好的方法啊，我这个一生学佛59年了啊，讲经52年，没有被世俗所感染得力在哪里呢？得力在天天讲经，天天读经啊，每一天呢没有离开经教，没离开经教，没有离开佛菩萨啊！每一天讲经，就有这么多听众，这听众都是佛菩萨了，都是我的善知识，他来督促我了。他天天要听，那我天天就得要学。我不学，拿什么讲给他听呢？啊，他们在督导我了。
啊，我心目当中他不是听众啊，他是我的见学，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做出种种的事情。学生是我自己是学生啊，啊，像善财童子一样啊，自己是学生，除自己之外，全是诸佛菩萨啊，做种种事情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来成就我，来帮助我，所以善财一生成佛了啊。如果我自以为是啊，我是老师，我是法师，你们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我的徒众，可以诸位说，我不但不能够成就，恐怕还要往后下面堕落啊。为什么呢？有这些念头肯定生贪嗔痴慢啊，傲慢啊，你肯定造罪业啊。这一万年前人的实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不就白搞了吗啊。总得有几个人体会到啊，看出来啊，啊，看出这个门道啊，啊，真正如理如法的依教修行。下面讲万二千人聚啊，这个参加这次法会的一万年轻人啊，标比丘之人数，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为什么呢？参加法会，比丘之外还有很多人啊，可见这个法会殊胜呐。会书曰。注经都标1250人，精进于法华标12000人，盖是出家出世本怀一代盛会，故十方大德皆云集乎。这个乎是个问号啊，是个疑问，说明什么？这一会不是普通法会，是无比殊胜的法会啊。法华经，佛讲法华经，比丘一万年前人讲这部经也是一万年前人，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这一部经的教义跟法华经是等同的、平等的啊。法华一成圆教啊，古来祖师判教啊，判大乘、小乘啊，大小乘之外还有个一乘啊，大乘是菩萨，小乘是声闻，一乘是佛啊。这个法会讲什么？讲成佛的法门，这叫一乘。如果这个法门呢，它的这个最高的标准呢，是讲到成菩萨，这大乘啊，只讲到成阿罗汉、成辟支佛，那是小乘。啊，那法华经祖师大德都常讲啊，成佛的法华，哎，开智慧的楞严啊，楞严经开智慧，法华经成佛啊，那这个经呢，这经成佛的
华严也是成佛的。啊，华严怎么成佛呢？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法华经》也不例外。啊，凡是成佛的这个一乘经，都跟《无量寿经》挂钩了。没关系，老居士，在汇集本的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这一句、这记这一桩事情，表法的意思很深呐。啊，我们一看就晓得这部经重要。啊，早年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啊，那个时候所依靠的经就是《无量寿经》。啊，那慧远大师依靠哪一个翻译本，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曾经在目录里面看到的，安世高翻译的本子。啊，我们有理由相信，慧远大师用的应该是安世高的本子。可惜这个本子失传。啊，历代翻译大师，啊，安世高跟鸠摩罗什的这两位大师翻的，中国人最喜欢读。啊，他们属于意义，他不是直译。啊，我们今天在大藏经里面看到这两位大德译的，都非常欢喜啊，所以我们有理由啊，啊，东晋居里，这个安世高的时代还很近啊，我们相信这个译本在那个时候，圆公大师应该会得到。上述甚是啊，就是会所里面讲的很有道理啊，会众之圣正表世尊说法之圣啊，无量寿经所讲的法无比的殊胜，有聚者共集之意啊，这个聚是大家在一起学习啊，一起提倡，一起弘扬啊，共同普度一切大众，就这个意思在。底下两句，一切大圣神通一达。上二句，赞助大比丘之德。啊，这是赞叹，这两句是总赞。啊，我们到后面看到别赞，赞的太多了，赞叹的啊，赞叹大比丘之德，这里都含的很深的意思，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啊，你看到这些人，这些德能，我们自信里的通通都有。只是现在迷失了。啊，看了之后啊，就要有一个意念呢，咱们要把心得找回来。太好了。
啊，如何找回来呢？把烦恼习气放下，它就又回来了。啊，我们能放下一分，它就显一分；能放下两分，它就显两分。啊，不一定要圆满放下，圆满放下那就成佛了，就圆满的现前。啊，只要真干，你会充满信心，会充满法喜。啊，那就是佛门里常说的烦恼轻智慧长，烦恼天天轻智慧天天长。啊，烦恼年年轻智慧年年长，烦恼月月轻智慧月月长。啊，到每一个月烦恼轻智慧长啊，你就法喜充满了。啊，到天天都长啊，差不多你快成佛了。啊，你距离无上菩提就不远了。啊，一切乃盖罗四物之成。啊，就是把所有一切通通包括了。啊，又一切普也，一切大圣赞叹至此。啊，这意思好懂。啊，加强书里面有解释说，由心空理，影显难测，故称圣。那么看圣人的用心跟我们不一样啊。啊，我们的心跟他相反，我们心不空啊，里面拉杂东西太多了。我们的心与理，理是自信，相违背。啊，自信确实，他什么都没有。啊，他是空的，他是万事万法之依据的离体。啊，宇宙之间万事万法从哪里来？啊，这些道理。啊，这能生能现能变，离体是自性的。啊，要把这个设法界都包含在里面，设变。啊，设法界是识别的。啊，自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能现物质，也能现精神。啊，现的时候，底下这个字叫显，显是现。不现的时候叫隐。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是隐。那个没有现，本自具足。他虽然什么都不是，但是他什么都能变，都能现。啊，幕后一句能生万法呢，是现。啊，他说了五句，第三句是隐呢，第末后一句是显，都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
你不必去想，你不必去讨论，为什么呢？你想的全错了，你讨论的也错了。你不想不去讨论呢，真相就现前，你全见到了。你去思维它，你妄想分别执着全现前了。怎么迷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迷了。迷不能觉悟啊。迷只有迷上再加迷，越迷越深啊。佛教我们放下就是啊，别去理他。你只把它放下。你看，放下执着，你就成阿罗汉了。执着是见思烦恼。放下分别，分别是见尘沙烦恼。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了。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华严会上所讲的法身大士。佛法修行，千言万语就是一句，就劝你放下。要保持身心清净的。最重要是心，心清净了，身就清净了。为什么？身是我们最贴近的一个物质现象，境界是个境界相，境随心转心是意念，意念是莫那识，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不分别不执着了，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转第八识为妙观察之，就转了。这两个也转了，阿赖耶跟前五识就跟着转。八识转有先后，六七先转，因上转，五八果上转。你看，境随心转嘛。能转境界，这个修行这有功夫啊，这真的会修啊。境界转不过来，你白修了，没修啊。说白修还恭维你，根本你就没修。那么像这些理事因缘一定要多读大乘经论，读经也有妙趣，会的有受用，而且很快速，不会的那就难。会的是什么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长时熏修，他得各种三昧三昧是定，清净心现前因为你天天想他，你没有功夫去想其他的，你就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东西全放下了你心里就装的就一样大乘无量寿经，你就这一样装久了，烦恼习气自然就断掉了
烦恼断了，三昧现前。在时间久了，你会大彻大悟。啊，你在这个无量寿经上开悟了，一悟一切悟。啊，不单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讲无量大法了，你全通了。为什么？不立自信嘛。啊，你把能生能现能变都找到了。啊，所生所现所变的你没有一样不同的，全明白了。这个信息好啊，这个信息很难遇到啊。我们遇到了要相信，相信你就有福了。啊，为什么呢？相信你真的想学，啊，如法修行，那你真的厉害了。啊，你要不相信，你学习的意愿发不出来。啊，在佛家讲呢，菩提心发不出来。啊，是信结心证。啊，对于佛菩萨的教诲，不能够透彻理解，正确的理解，你怎么修法？啊，你修学，这个修学都是错误的。啊，所以再用功再努力收不到效果，所以最后对佛法丧失信心。啊，如果丧失信心生起怀疑再毁谤佛法，那造的业就更重了，那不如不学。啊，这是学佛同学无论出家在家不能不知道的。啊，真正想学，扎根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你没有根，再努力也是枉然。啊，像种树一样，没根你怎么种它也活不了。啊，根重要了。在中国古时候学佛的人四个根呢。所以世世代代都有正果的，有开悟的。得定的就太多了。啊，得定是得清净心啊。啊，开悟正果，平等心、正觉心都显现。啊，正觉就正果。啊，这四个根要知道，中国佛教从唐朝中叶以后不再用小乘扎根。啊，这个之前是小乘，啊，由陈师宗、居士宗。啊，唐朝中叶以后啊，我们的祖师大德提倡用儒用道代替小乘，啊，所以儒释道变成一家了。啊，那我们今天要扎根，啊，用我们的老祖宗教诲
行，因为这个1700多年来成就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用儒家的《弟子规》，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用佛法的《十善业道》，这是三个根呐。啊，出家人还要加一个《沙弥律仪》，四个根。啊，你的成就才殊胜。啊，加强书里头这一句话，由心控理。那我们今天这一句话做不到。啊，这一句话确实化身菩萨才做到。啊，我们今天能够是由心弥陀就不得了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完全遵守三个根的教诲，四个根的教诲。这是现代的圣人。啊，佛法当然就兴旺起来了。啊，佛教的兴衰要靠弟子们认真努力学习。啊，社会一般大众不至于误会了。啊，自然尊重你，拥护你。啊，向你学习。会说曰：“出国以上，习名圣者，以救大阿罗汉，故名大圣。”啊，会说讲是一般所说的。啊，出国须陀洹。这是圣人，小小圣。为什么呢？他能够把3界88品见惑断尽。啊，正小乘须陀洹果。如果是大乘呢，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十信位的菩萨，他正得初信，这就入门。啊，谁入门？我讲的标准不行。我告诉诸位，我讲的标准是到门口。啊，非常接近。啊，也就是说，你真正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你在门口。啊，要进门。必定要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断掉。那这个5种错误的见解断掉了，你就证得小乘初果。啊，如果是学大乘呢，那初信位的菩萨圣人，真的是圣人。啊，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你在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而且天上人间7次往返啊，这都在修学啊，顶多就是7次，你决定证阿罗汉果。啊，在大乘里面呢，这7次往返的时候，在十性里面你证到第7性位，第7性位啊就超越六道了。啊，7、8、9、10。这在4圣法界，啊，第7声闻，声闻法界，啊，第8圆觉，
第九菩萨最上面佛，再就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那叫大圣。这都不能算大圣，是圣人。超越十法界，原教初住以上，这发生大事啊！住在哪里？住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实际上，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就是自己的十报庄严土。到那个时候，你才真正明白，自信如来，唯心净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自心现的，自性变的，不是外面的。你为什么说那是你的老家了？你本来是个地方人啊。所以回归到阿弥陀佛十报土，这是回家。那有什么困难呢？真一学佛，你不能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能不了解释迦牟尼佛，你像他那个样学习，哪有一生不成佛的道理呢？佛教我们放下，他真放下了。他什么都没有啊。他过的是最简单的生活啊。三衣一钵，这是他财产，全部的家当三衣一钵都在身上。真的，像我们素人来讲的时候，在你身上的是你自己，不在你身上的不是你自己。至少有这个观念的。你身上有钱，身上活泼的多少人，那是自己。在银行存的不是你。这个房子呢，是你在这个房家里住的，在家里是你自己。你出了门之后，这房子不是你的。诸位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做如是观了，你就接近佛法了。你那个贪嗔痴慢的时候，慢慢就会化解掉了。这是事实真相，不能不明了。你看刘素云讲丈夫，讲得很妙啊。什么叫丈夫啊？一丈之内，是你的先生；一丈之外，不是的啦。我跟大家讲最贴切的，你这一生有的是你，是你的，不在你身上都不是。心开意解，一丝毫牵挂都没有。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学他，要学得跟他一样。他一生从事什么事业呢？教学。从30岁开悟那一天起就开始教学。到79岁圆寂，49年没中断呐，没有一天缺课啊！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他的身份，职业老师，给诸位说，他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呐。今天提到佛教。
大家都认为这是宗教，我们不消啊，把释迦牟尼佛贬到宗教里面去了。所以我说，我们四众弟子都有罪过啊！老师一生教学，怎么会跑到宗教里面去了？哪有这种道理呢？佛法传到中国来，我们从历史上去看，到清朝初年，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都还是教学。佛教变成宗教的历史不超过300年，这是近代的事情啊！从前寺院庵堂是学校，历史上多少成名的人读书在哪里读书？在寺院里面读书啊！寺院是学校啊，读书的人可以住在寺院，对吧？寺院很慈悲，能接待他。寺院里面的出家人，个个都是好老师，有能力教导你们。以前你看这个考举人、考进士，到哪里念书啊？都到寺院。寺院有经书。不仅仅是佛经啊，藏经楼是图书馆呐，里面什么都有啊。不缺老师，学生有任何问题找出家人，出家人都能教你。所以有钱的人在寺院里面住，交一点伙食费。没有钱的人，寺院也照顾你。你们看看范仲淹。他一生念书在庙里头啊。家里很穷。所以在庙里面伙食自理。他每一天煮一锅粥。把这个粥煮的比较浓一点，划分四块，过这种穷日子，书念得好，你看以后考试，得到功名成就了，出将入相啊，他感念寺院呢，成就了他，要不然他到哪念书？所以古代寺院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了，替国家了，造就多少人才啊！这些历史我们不能不熟悉。从前寺院是学校，没有金蝉佛寺。寺院里面的执事名称，现在还沿用，但是已经变质了。寺院的住持、方丈。他什么职位？校长啊，首座和尚，教务长，维诺训导长，建院总务长。你看看跟现在的学校分工是不是相同？首座和尚一个寺庙里的好几个人呢，不是一个，分座讲经。殿堂是教室，
啊，讲经的法师很多，不是一个啊，学校一样啊，分班的 啊，但是都是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这个讲堂讲华严经，那个讲堂讲法华经啊，另外一个讲堂讲无量寿经。你想学什么，你进哪个讲堂啊？你只能学一门，不能学两门啊。所以从前叫到寺院讨经单啊，到那边去报名啊，他给你一个讲堂，给你一个座位啊，宿舍给你一个床铺啊，你可以安心在那边学习啊。啊，期限是一部经，一部经学完了，你可以离开了。啊，如果想再想学一部呢，那就再报名。啊，再学一部。啊，可是一部经呢，通常都要讲几个月，啊，长的要讲一两年呢。啊，真的它是学校。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啊？我当年学佛也很奇怪啊，我就问这个老和尚啊，那时候我跟台湾这个道安老和尚啊，他很照顾我啊，年岁也很大，我向他请教，我说这种金灿佛是怎么起来的，谁搞出来的？他想了一想，他说很可能唐明皇搞出来的啊，他也有他的这个说法啊，因为唐明皇那个时代遇到安史之乱，安禄山造反啊，杨贵妃引发起来的。这个动乱几乎把唐朝亡掉了啊，幸亏郭子仪这批人啊，把这个动乱呢平息了啊，平息之后唐明皇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院叫开元寺，是开元年间嘛，这个东岸的嘛啊，每一个地方建一个开元寺啊，建这个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啊，这是开端啊，开端的是就像像忠烈祠一样，是纪念的性质啊。那么请这些出家人呢啊，诵经给他们呢超度啊，回向给他们啊，国家这样做法了，所以民间哎，老人过世也请法师来念念经啊，当然那是偶然的，能请到法师到家里去念经一定都是大官贵人，不是平民而出家人做这个事情是附带的啊，偶尔附带做的啊，可能道安法师告诉可能这就是起源，因为以前没听说过啊，那真正变成现在这种情形啊，我想应该是慈禧啊，慈禧太后啊，这造的孽了啊。前清帝王啊，是经常离情儒释道的学者在皇宫里面讲学
啊，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大臣听课。啊，这个制度一直到咸丰，啊，咸丰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丈夫，都有，都还保存。啊，宫廷里面的讲义，啊，儒释道的讲义，啊，佛道它是特别尊重佛法。啊，没有放在私库里头。儒家的讲义、道家的讲义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啊，我有的时候翻翻，看看这些人从前在皇宫里面到底怎么个讲法。啊，四书怎么讲法？五经怎么讲法？啊，这讲义保存在。啊，但是佛法呢？特别编了一部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啊，没有放在私库里面，这就是对佛法特别尊重，啊，因为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啊，德高望重的这些大德们都封为国师。这清朝啊，啊，咸丰过世之后，啊，儿子很小啊，啊，慈禧太后的儿子做了小皇帝了，啊，政权落在他手上，垂帘听政，啊，所以他叫同治，他跟他儿子同治，啊，同治这个国家麻烦可大了。啊，他相信鬼神，宫廷里面邀请大德讲学，他就把它断掉了。这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太大了。为什么传统文化今天衰得这个样子？罪魁祸首就是慈禧太后。啊，他相信服软，啊，他不听信经典，也不听信这些高僧大德，啊，他嫁鸡服软，啊，结果国家就在那边亡掉了，啊，这桩事情是我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前一个张家是慈禧太后的国师，那就有名无实了，他也不问他了。啊，过去真是遇到大事疑难，得咨询这一些大德们，儒释道的大德，也等于说是皇上的顾问。啊，慈禧太后对他们是很尊重，但是不听话了，啊，听鬼神的，啊，所以完全变质应该是这个时候，啊，所以现在佛教寺院庵堂看不出释迦牟尼佛教学的面目了，完全看不到。啊，所以把佛教变成迷信，而且在宗教里面它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啊，佛教里面供的佛菩萨太多，他们都认为是神，啊，称为泛神教、多神教，泛神教、多神教就是低级宗教。啊，我们今天四众弟子都有义务向社会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是教育啊，
啊，用现代的话，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普世的教育能够带给社会安定和平，能够带给一切众生幸福美满，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在佛教里头的。啊，少数学者专家希望再向上提升，佛经里头有哲学教育，有科学教育。啊，都讲到究竟圆满。啊，那么今天说佛教是教育，啊，说是宗教，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真的变成宗教了。啊，我们走的路子是走释迦牟尼佛教育的路子。啊，原来这条路，我初出家的时候，同参同学也都很想走这个路子，害怕。啊，怕什么呢？怕走这条路子将来会饿死，没人供养啊！啊，金灿佛寺学三个月敲打唱念就行了，就能赚钱。啊，做个十年八年积蓄起来就可以盖个小庙。都走这个路子。啊，讲经教学大家害怕了。啊，我搞了一辈子没饿死，啊，活得还不错。啊，但是这条路是非常辛苦。啊，为什么这么苦？原因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非走不可。啊，希望大家努力，啊，把佛教恢复到教育。啊，如果不恢复到教育，佛教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很可怜的。啊，所有宗教，不但佛教，都要回归到教育。为什么？你看看，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社会教育家了。耶稣教了三年，被人害死了。穆罕默德教了27年了。啊，你细心观察，哪个宗教最初创教教主不是教学呢？啊，如果宗教回归到教育，宗教就会被社会认同，他对社会有贡献，对社会有利益，啊，大家自然拥护。啊，自然协助你发展。啊，你是教育。啊，社会需要你。那就不一样了嘛。就我们学习到这里，感慨很深的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文，一口虽外现声闻，内密菩萨之恨，
故名大圣。啊，那么这是讲表法，啊，确实有这个意思。而佛在《大乘经》里面呢，也都明白地告诉我们，啊，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佛的常随弟子当中，确实有不少已经成佛了。道家次啊，来协助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你像目犍连跟这个舍利佛都已经早都成佛了。啊，这一次释迦牟尼佛示现做佛，他们来做弟子。啊，这就是不是内行人问不出来呀。他跟佛一问一答，故意装着不懂，啊，让佛来解释给大家听的，不是他真不懂。啊，连阿难都不是普通人，阿难视线粗口。啊，目犍连、舍利弗视线是四果罗汉。啊，那菩萨众更不必说了，这诸位都知道的。啊，文殊普贤、观音早都成佛啊。现在在他方世界佛的身份呢，到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来的时候，是以菩萨身份啊，都是来实现的啊。所以外现生魂，那就显的意思，内密菩萨之恨者隐，隐现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些都是大圣。净言疏曰，大有两义。第一是位高名大，啊，主要是讲他地位高。啊，佛法里面是有学位的，所以他的确是教育。啊，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门学位的名称。啊，你放下执着了，见思烦恼断掉了，你得正觉，啊，名字叫阿罗汉了，所以它是学位。啊，第一个学位你证得了。啊，你再能够把分别放下，也就是尘沙烦恼断掉，你证第二个学位，正等正觉，这菩萨了。啊，再更进一步，不起心不动念，也就是把无始无明放下了，你成了无上正等正觉，那你叫佛陀，这最高的学位。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就是最高的学位，人人可以拿到。啊，这跟宗教不一样啊，宗教上帝只有一个，神也只有一个，人不能跟神同等呢，这不可以的。啊，那么佛不是如此，佛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经上讲得很好，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啊，一定能证得佛果。啊，所以从自性上来讲呢，本来是佛。啊，从修行上来讲呢，那你一定呢可以拿到这个学位的。啊，所以这是地位高啊，这是大的意思。第二个呢，德圣。啊，德殊胜啊，
超过一切小圣。啊，这称之为大。啊，慧真为神。真，真知真见。这是圣人啊。啊，在中国称为圣，在印度称之为佛了。啊，所以这些名词术语，它里面的含义我们不能不知道。纵上可见，或从德而言，切于空理啊，会合正道也是。啊，这是解释大圣的这圣的意思。说或从位而言，处过以上都称圣，是小圣。这虚陀洹我们叫他小小圣。啊，他真的是圣，他绝不是凡人。啊，为回小向大呢，行菩萨道直去佛国者，乃名就大罗汉。啊，这个是啊，真正回小向大。啊，认真努力修学大成。啊，这成为大圣。啊，那么另外呢，那大权实现当然更不必说了。啊，都是菩萨再来的。啊，化身大士再来的，他当然是大圣。啊，这是这个大圣的意思。就说到此地。下面呢讲神通啊，神通一大。又经营曰，神通一大，叹其得胜。所谓神意，这所谓就是他的作为啊，神通变化。这个神，我们要看这个意思。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你看这个字，右边啊，面对我啊，面对这个文字，我们的左面是个视。视线的视，这个视上面一画短，它不是一点啊，现在是一点，你写成转字你就看出来了啊，转字它不是一点，它是一画，上面一画短，下面一画长，这个字在古时候叫上，叫上字，下面有三条啊，三条就是垂向啊，就是自然的现象，垂象。这个意思代表是上天垂象。用现在话就是自然现象，那就好懂了。啊，它代表自然现象。啊，这边是个身子，身子在古篆文写下的时候，它就等于是有三道关卡，啊，当中像一条宝剑一样下来，就通了。啊，这三个关的通了，那这个意思呢，通达自然现象的这个人就叫神，他的本意是这个解释啊。有一次我访问中国宗教局啊，叶小文局长接待我，就谈到这个神字，我写给他看，讲给他。哎，他说那这样想起来，这无神论就讲不通了。我说是啊，没错啊，神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懂得中国的文字的含义啊，
确实是智慧的符号啊，所以中国人称神人、圣人。神人跟圣人意思相同啊，神是通达宇宙一切现象的人，这个人叫神人啊。圣人，圣是明了、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叫圣人。所以神圣常常连在一起，他是人呢、他跟这鬼神的神呢不相干了。所以你都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说文解字上讲得很清楚啊。啊，智慧富豪。无容越通。啊，这是讲障碍。没有障碍的这就是通达。啊，所谓神通。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以及漏尽，这是吧？这是简单讲，就是五种神通啊，五种这个能力，现在这个在国内呀，称之为特异功能啊。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些能力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但是为什么失掉了呢？因为你的妄念多了，烦恼起来了，就把它障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修定这个能力啊，容易恢复啊。修定是修清净心，心要到清净平等呢，这个能力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稀奇，是人的本能啊。清净心是恢复啊。你看在经上我们所读到的啊，须陀洹他能够把88品见惑断掉，也就是这样放下，他就恢复两种能力，一个是天眼，一个是天耳啊。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他能看见，他能看穿墙壁啊，这个我们叫特异功能啊。他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音声啊。如果是须陀洹，我们在11楼讲经教学的活动，下面10层楼人做什么，你一眼看下去全部看到啊。这是真的须陀洹呢、如果是我真的须陀洹果，问您隔壁见到没没见到，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须陀洹一定有这个能力啊。如果你真的二果啊，四陀洹，那你又多了两样能力啊，他心虚命啊。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你知道啊。虚命是对自己，我过去世啊，生生世世啊，阿罗汉能知道过去500世啊。那我相信这个二果啊，30世、50世、10世、20世应该没问题啊。他晓得啊，晓得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状况啊。三果阿那含神足通啊，那像孙悟空一样，他能变化，他能分身，那更厉害了啊。三果圣人。四果是阿罗汉，漏尽通，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啊，他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他在六道里头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也就是六道进进出出他得自在了啊。我们今天六道出不去啊，啊他能出去啊。这是本能啊，一点都不稀奇啊。你的定功愈深，能力愈强啊。那么阿罗汉
只能知道过去五百世，啊，换一句话说，这个能力不是很大了。菩萨有阶级，啊，摄信、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越往上面去，这个六种能力越大，越殊胜。啊，阿罗汉的天眼能看一个小千世界。啊，阿耨罗陀，这是阿罗汉里面一个特别的阿罗汉。啊，因为他眼睛坏了。啊，世尊叫他修天眼，他修成了。啊，那他的天眼跟一般阿罗汉不一样，他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啊，一般阿罗汉只能看到小千世界，唯独他能看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一般是菩萨能看到的。啊，那三千大千世界，华藏华严经里面讲的华藏世界品，啊，这个世界成就品是世界无量不变的。啊，你没有障碍，你都能看到。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哲学、科学，限量境界，它不是普通的，啊，它亲眼看到的。我们现在科学家数学，从数学里面得到信息，然后用科学仪器来观察，啊，是看到一点了，总是讲不清楚。啊，佛法里讲的非常清楚，是吧？他见到的，他这个能力全恢复了。啊，这是科学家、哲学家没有法子跟他比的。啊，这个要知道，啊，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你只要好好修，你就可以证得，这是你的本能。啊，他讲智慧、德能、相好，这是德能。啊，都是你自己本来有的，你应该要恢复。啊，你恢复之后，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不是假的。啊，这不绝对不是迷信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